係你哋信我，而係因為只不過你哋食餅食飽，你哋希望以後可以唔需要做任何嘅嘢，你哋就可以安安樂樂。我哋信仰係以色列人當時嘅猶太人，佢哋就係咁。於是當耶穌要問佢哋：你哋有冇做到天主要你哋所做嘅嘢先？即係好似頭先我頭先問大家，你係唔係空空洞洞、麻麻木木咁嚟到聖堂，然後又空空洞洞咁麻麻木木咁嚟到聖堂？信仰有冇改變你先？嗱，當時嘅猶太人佢哋就問耶穌：咁你顯個奇蹟俾我哋睇，你顯個奇蹟俾我哋睇，我哋就信你。耶穌話：奇蹟已經有啦，你已經領受咗。但係佢哋話：佢係算咩人？佢係咩邊個啊？佢咪當我老嘅仔，約瑟嘅仔。佢阿媽瑪利亞咪喺我哋中間嘅，佢算得咩？佢竟然同我哋講呢啲咁嘅嘢。我頭先我問大家嘅問題，可能你哋都會介意。你話主教，喂，你哋做客人嘅啫噃，你居然講個忽然間你就我哋向我哋挑戰又問，你究竟有冇改變先？你嘅生活啊，你嘅信仰有冇改變到你嘅生活先？你好可能你都覺得係受到一種嘅好似挑戰，因此就當時嘅係都一樣覺得對耶穌，耶穌提及到荒野之中嗰啲以色列。他们领受了天降的玛拿，他们要吃肉。我们上个主日我们听过了，有拿到飞来的鹌鹑，于是使到他们逐了之后就饿死。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？追求的是他们自己口腹之中的满足，然后他们毫无感恩心。他们要水，回室使个旷野入面个泉石入面涌出水俾佢，但佢哋冇感恩心。我哋领受咗天主嘅咁多恩宠，我话再令翻新，我哋睇睇我哋以前嘅生活，你自己你觉得系咪天主带领咗你？系天主保佑咗你？系咪天主辅助咗你？但系我哋有阵时盲目咗，我哋冇咗感恩心，就系好似嗰啲以色列人嗰啲人。我哋因此，我想問你哋參加靈修都係，你哋領聖體係咪重要？假如我哋領受真理而冇改變到生活，假如我哋領受真理信仰而冇實踐嘅話，真理有咩意思？信仰對我哋嚟講有咩意思？今日我哋所聽到嘅第二篇嘅哈弗所書，佢一開手就講咗句非常之重要。不要叫聖神憂鬱，你唔好使到天主咁傷心。佢對我哋做咗咁多嘢，但係我哋毫無回應。別叫聖神憂鬱。佢喺今日我哋嘅讀經後面佢講，基督係咁愛我哋，愛到甚至願意為我哋放棄佢自己，交付咗自己。你諗下，第二啲嘢我哋可以願意放棄冇所謂。假如今日叫你哋再將你攞入邊嗰啲錢捐出嚟，去籌辦香港嘅天主教大學，你或者你都覺得雖然有啲唔赤，不過唔緊要啦，一次過咁你咪攞出去咯，將你嗰啲包嘅錢擠出去。不過現在要攞你條命，要你交付個性命啊！咁你話不過對唔住啦，第二啲嘢我可以俾命點俾得你？你想想，現在耶穌是什麼？耶穌是將他自己的命交付出。假如耶穌愛我們愛到連條命都可以交付出去，我們求他主恩，什麼是不想給我們自己的？什麼他都會給？問題是對我們有沒有益？需不需要？還有他是怎樣給我們？你的仔你會吃雪糕，你都不會說在他發生高燒的時候他會吃雪糕。你爸爸很喜歡吃牛扒，但是他現在他連吞都沒法子吞，你都不會給牛扒他吃的。所以不是你捨不捨得，你肯不肯，而是你要看他的需要性，看怎樣使他能夠接受。事實上天主的奇蹟是真的在我們生活之中每一天都交付給我們，只不過是我們
只係照我哋自己嘅方法去睇，因此我哋疏忽咗好多嘢。正如我話，我只係睇見問題嘅，啊，今日個社會咁大問題，但係我忽略咗喺呢啲問題嘅後面有天主嘅挑戰，有天主嘅邀請。我哋只係見到啊死啦！啲教友啊，香港有50多萬人，你知唔知幾多教友參加神台嘅靈修？13,000，即係換句話講，只係1/3你個世嘅教友參加靈修，仲有2/3知道最緊要。佢哋信仰係點樣培育㗎？啊，今日我見下嗰啲後世者報道班嘅導師，我就。點解佢會呢啲信仰？點解佢哋領咗洗再嚟？啊，係唔係真係淨係靈性學就係一個好教育咧？都有問題，哦，係咪？都未必定係你靈性學一定好教育。不過最少500,000教友入邊，點解只係得13,000教友參加靈性咧？我哋喺過往兩個主日，今日第三個主日，我哋讀緊嘅係約翰福音。這個是完全打破教會讀經的常規，因為隔年我們的主日讀經是讀什麼福音？馬太福音。於年我們應該讀的是什麼福音呢？馬爾福福音。丙年就是讀馬太福音。但現在月年一去到第17主日，然後17、18、19、20、21這五個主日呢，我們再讀馬爾福音，我們改讀約翰福音。原因就是因為呢度約翰好詳盡記載咗爭餅嘅事件，爭餅嘅事件咧係非常重要，重要到點咧？係四本福音除咗記述耶穌復活，四本福音都有記述之外咧，唯一一件事係四本福音都有同樣有記述咧，就係爭餅嘅事。佢嘅重要性就係話俾我哋聽。在我們塵世的歷程之中，天主補充了我們的欠缺，天主以祂的生命作為我們的食糧，天主與我們同在我們人生的歷程上與我們同在。教會將它分成五段，今天我們讀第三段，要求我們一要突破我們那些浮淺的認知，不要只掛住今世界的今日世界的追逐，我們實際上用了很多時間去追逐這個世界。我又真的很感謝大家，我相信你一天有多少小時？24小時。你24小時是什麼？你24小時裡面有多少時間是祈禱天主教？真的值得想一下，我幫助非常之少。我們做其他時間做什麼？服務這個世界，追逐這個世界。所以我們要突破我們這個浮淺的認知，我們都要提供時間去尋求我們自己的心靈部分力量，因為我們知道一切都會過，都會消失，只有天主才是永遠存在。我們為什麼要追逐一個要消失会失望的世界？希望哇，大班人涌入去，个个都想要争到位。你知道咩？呢个位唔系你，你坐阵间，就算俾你争到咧，你系咪坐阵间要走？要起身，争咩啫？争唔到位，企下咪企下咯，坐到坐下咯。我哋可唔可以有咁嘅胆识？你问下我。我們個個都說有信仰，你都使個個都有信仰，不過我們是怎樣跟從主耶穌的？我們做緊後面嗱，信從主，如果只是信不實踐，有啲咩意義咧？讓我們大家思想，要將我們自己交託主嘅手，讓主去塑造我們，讓主去引領我們。除咗佢，我們仲可以。这个就是连续的五个主人呢，圣经的其实我们生活有时间在从中的努力反省学习，都是在生活中的事。